小事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双人解密。是的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。好嘞，我们来开始游戏吧。那个上面是什么鬼？这个可以上去吗？观战区，那观战区咱们就不去了吧？你选哪边？男孩子应该走蓝色的，女孩子应该走粉色的。那我是粉色，是女孩子。喂，我出不去了。然后现在的话，这边是岩，我要踩着吗？那你前面有个方块，你看见没有？哦，是我踩的。我要跳，我要跳，跳，嗯，跳，吓我一跳，我还是跳出来了。你是想死嘞？你是想死嘞？啊！你打不着我，打不着我。我好像用的是小桃，我好像是用的小淘气。我换个角色，我要用卡卡。好。踩稳了啊，踩稳了啊，踩稳。我自己掉下了。不是我。我跳。哎，我一点点。啊哈哈哈。哎，我记不住人不怪我。我太紧张了你知道吗？好，你踩着别动啊，踩着别动，你看我一次性跳过去。我跳。好，看到啊，看好了。过不去。哎呀！你也有今天，你也有今天。你跳啊！别动！我不动！我要吃！跳！哎呀！我就剩最后一点点了！哎呦！你跳！等一下，我要吃个鸡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打我呀！你看，啊，我这次不害你了啊！你看自己跳不过去，这不能怪我啊！这不是因为你老是啊，不要我怎么没死？好，不要有心理压力的啊！来，走，看好了你哦！好，走，一次过，慢点，慢点，都跟你说了，慢点，你傻呀？都是因为你害我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为柔姐姐加油！一下，好，加油！一下，哎呀 ，nice！ 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这个，我要认真了，认真了。好，柔姐要认真了啊！你看，认真了，认真了，这就是认真，这就是认真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本来不害我，我都会死掉的。啊！何必你害我，浪费这么长时间，对不对？加油！哎，你往后面退一点，你往后面退一点呀！哦，要退一点啊！我很快的，我跟你说，前几个都很快的。加！哎呦，有点吓人啊！哎，吃个鸡，别怕！哎！心里有一万只草泥马，我的妈呀！跳过！我是一个跑酷渣呀！我是一个渣呀！是一个渣渣呀！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！好。加油！我还要动吗？不用吧。走啊！好。要吃个鸡吗？走！哎，往后退点。好。还要退吗？跳！哎，这不上来了吗？哎呦！太难了。哎，等你的队友怎么？然后呢？你后面有个窗户，看见没有？哦。有箱子吧？哦，我有200钥匙哎。对啊，给我一把。猪队友，来，走了，过不去，他给你造个桥吧，你要给我造个桥，怎么造桥？我找到打火机，烧掉木头，找到蓝色电能线，放到荧光，来呀，金块上，等等，哦，打火器在，应该在箱子里吧？送给你隔壁的他吧，什么鬼？我这，什么？你那有工作台吗？没得。完了，我忘记保存存档点了。
要重新跳。我重新跳，重新跳都没事儿。这扛不住啊！哦，对对，我可以用重生时间来，我看能不能过去啊？如果那里过不去的话就想死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哎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我自己，嗯，我把上一个重生点，来来来，我给你这个东西，我送你一朵小红花，看见没有？哦，谢谢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暗恋我了。你看那个箱子里面有东西没有？找的，他让我找到蓝色电能线，然后呢？嗯，我再看一眼。蓝色电能线放在这里啊。哦，放在直接放到荧光体上。嗯 ，OK。呀，哦，在为我造桥呢，你看。哦，造好了。好，现在来过来吧，开门了。走，我们现在的话保存一下，保存一下。等待队友开门，请不要乱调动。踩着帮你队友开门，我开了。来，踩着帮你队友开门，我帮你开门了。然后我们保存存档点。拿到扳手给队友，再踩住感应板协助队友拿到钥匙。我现在要找扳手吗？哇，你好多好多窗户啊，会不会在最上面？哎，有了扳手，有了。然后给你扳手，你把扳手拿着。然后你要干嘛呀？我看看。你搬一下那个东西啊。好了好了，搬一下就行了，搬一下就行了。好。啊，我帮你踩一下，你过去。不，你别动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不动。我绝对不动。你过来，哎，我这里有字，哎，我是不是要下去？哎哎哎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你怎么了？你踩我了！我没踩你啊，谁踩你了？谁？我怎么可能会踩你呢？哎、是不是？哎，我怎么在岩浆这里呀、啊？岩浆哪儿？你吃烤全鸡过来，你用那个重生，用那个重生，重生以后有保护时间，你没保存重生点。哦，好了，过来了，你得回来，你得回来给我开个门。哦，我开哎，我保存了重生点啊。开门，开门，来。我在这里保存过重生点了。真的吗？嗯，来，走吧。这有 bug， 你千万别让我死了。啊、嗯，不会的。走，我们下一关，拿钥匙。嗯？哎，你钥匙没找呀？哎，你得踩住，踩住，我下面这里应该有，可以，要跳下来，别动啊。有钥匙吧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过来呀！哎呦，对对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吧？哎，不过我只找到了一把，哎呦，还给了我一坨扁扁，是一把钥匙吗？对啊，你那边可以直接过啊，我这边过不了啊，你要自杀。好了，然后打开门，看这是什么？找到星陨石放到箱子里，你的队友那里会有钥匙出来。星陨石，我要找一下，它在哪呢？我得跳上去吗？这里吧，这边，你看。哦哦哦！钥匙在你那吧？哦、难道开关了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我是刚刚我看到那个箱子了，我以为是在你那呢。哎，是放在这吗？不是、啊放中间，放这里。啊，打开，走。走。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我存一下。找到扳手给队友，我又要找扳手，来呀来呀！我要一直踩着感压板。对，你踩到感压板，我要去找那个东西，来呀来呀，这里有来呀来呀。哎，这个来呀不对，看看什么？这里没有钥匙，自杀吧。哦、来呀来呀，那里还有一个来呀来呀，我看能不能跳过去，完了跳不过去啊！呜，掉虚空喽。哇，我也是在这个位置，好吧。完了完了，这里好像要卡关了，完了要卡关了，那你过不来了，那我回来吧。你回来，你回不来了。那你我如果不踩的话，你就回不去了呀。你得自杀。来、啊、扳手，好了啊，强国扳手找到了，来给你扳手。然后你要扳一下那个东西，扳一下那个。这个。嗯，扳一下。都扳都扳都扳扳扳扳扳扳。叮叮叮叮 ，OK。好，开门。你按那个感应板，千万不能死啊！死了我们要从那里开始跑。好了吗？等一下，这个来呀来呀，他肯定是要从这里走，下面肯定要有钥匙。那你怎么上来呀？上不来，一头扁扁是什么鬼？自杀点。哎，没钥匙吗？怎么只有一头翔、啊？
玩个鬼啊，那钥匙在哪儿？这我你有几个蓝牙？我三个。都不对吗？那两个我都看过了，没有。哦，这上面有，我这上面有，吓老子一跳啊！我又得继续自杀了。好了，我又回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，钥匙是找到了。现在我逃过来，好，你过来吧。我们应该可以过关了。哇，这一关耗时好久啊。好了，找到岩石块，让二号给你拿三根小木棍，制作成钥匙，记得定点哟。我要找三根小木棒。箱子在前面。加油，加油，罗姐姐。哦。那你有吗？你肯定是要在地毯里面找，肯定在地毯的某个角落里面。以这种作者的心理来说的话，肯定在四个角里面。其实四个角找一下。没得，你就踩呀，一个个踩，一个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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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。滴滴滴滴滴。嗯。有没有？哎，哇！咋了？掉虚空了？啊？是不是掉虚空了？是的。好，我又得回去。哇！太坑了。啊，好吧，我又要自杀。哎呦，找到了吗？哎，没有，我掉到了一个坑里，但是是一个空箱子。你再试试，再仔细找一下。耶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一小木棍。哇，终于找到了、啊，终于找到了。但是我们还是得自杀一次。啊！哎，这里要走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这个 bug 是真的有点难受啊。好了，我现在走迷宫。你还需要走迷宫，好可怜啊！我这边是一个迷宫，哎，这边不对，走这边，哎，到了。然后你给我木棍，我要合成开关。啊，我这边也有合成台的。哎，岩石呢？嗯，不对啊，还有一个岩石啊。他说把三根小木棒给一号，岩石需要你自己找吧？难道要我自己找吗？我找找看。哎、嗯，在头顶这个箱子里面，在头顶的箱子里面吗？过来，在我这边，过来，看上面。哦，看到了，哇，吓我一跳。好，来。好，走吧。找到岩石快拿给二号，并帮二号踩住感应板，记得保存存储点，看有没有用。后面存储点保存一下。保存过了。好吧，他如果再出 bug。我们就没办法了，我要找岩石块给柔姐姐。嗯，找岩石块，这边有个感应板。哎，这边可以帮你踩吧？你可以过来吗？你可以过来吗？但是这里是虚空，我有点害怕。哎，这里需要一个远，你需要一个远岩石块垫着吧？岩石块是帮你垫的吗？但是我这边好像没有路哎，你能跳过去吗？找到岩石块给我，你必须给我岩石块呀。好吧，这个地方好像不对。哎，找到了，我找到岩石块了。岩石块应该是做钥匙的。哎，我怎么给你啊？可以丢过去吗？前面给我吧。应该是前面给你。哦，那我自己跳吧，加油。这个很简单，冲一下就跳过去了。你看，是吧？这边我给你踩着感应板。嗯。哦。好，加油。哦，这个没问题。你要有三根小木棍吗？你没有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会给我吧。把钥匙放在中间。哎哎，但是不过、哦、在这里你踩住。哎，你给我你在哪儿？我在。你在岩浆啊？我也在岩浆啊。好吧，那我还是过来自杀陪你吧。找到三根小木棍了吗？嗯，对，它在这个角落里埋着。哦、OK。啊！哇！啊！你怎么又掉下去了？又得自杀！天哪！我疯了！啊，我好害怕呀！加油！啊！啊！哎呦！我受不了了！加油！啊，终于过来了！终于过来了！好像过关了，前面两个星星。真的？嗯。哇！打开了，打开有开关呢。
你会放吗？不会放，给我放。好，还是给你放吧。有星星。哎，点一下。找到岩石给二号。哇，还有啊，这张图好长哦，我都想放弃了。已经，我们现在已经录了30分钟了。下去找找吧。下去找岩石吗？你要下去找找。如果你这次再掉下去，然后再死掉，然后再重生点赞。我对你先保存重生点。我保存过了。嗯 ，OK。如果再保存再出现问题，这是蜂蜜，我们就没有，这里没东西，这里是蜂蜜。我看是什么？找到岩石块给二号合成钥匙。这哪有岩石块啊？木头在我这里。这哪有岩石块啊？哦，这里有。我找到岩石块了。找到木块了，来吧，我已经交给你了石头。好，你找到木块，把木块我做好了，来给我。OK， 开门，司马关门，看是什么，感应板，让一号跑酷拿三根小木棍。我要拿到木棍，然后给你，你别动啊。嗯。这个应该简单。啊、我觉得跑酷什么的都还哎，打脸吧，我打脸吧，打脸吧。我刚刚是想说，其实都还好，就是别让我死掉。这个脸打得啪啪响。那拿到了。踩在弹簧上，让一号给你弹上去拿十块。你弹我。好，弹你。一二，当！这没有。前面的。下。等下我吃个烤鸡。好弹。当！哇，拿到了10块，10块吧是。你有三根小木棍吗？我放进去了。啊，那行，我来合吧。啊，你合，只能你合。我也能合。都可以合啊。我可以合。好，来。走吧。两颗星星了。哇，又一颗星星。先别急着走，帮队友找到钥匙。我看到钥匙，我要找到感压板。钥匙，哇，这有个虚空啊！哦、我找感压板，给你开门了我。你给我开门了吗？嗯。哦，是你先帮我开门。但是你需要给我钥匙放到箱子里。找到岩石块给二号。你帮我开门了。对呀，是我帮你开门，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在这一关把钥匙给我。这边只有岩石块啊。那你回过头来找啊。你酥吗？我给你岩石块有用吗？不行，岩石块是下一关的，你要给我钥匙。没有钥匙。哦，这找到，这边有个点。哇，我又得自杀。我看你能不能有小飞鼠飞出来。可以吗？我试试看啊，小飞鼠卡住了。哎，卡 bug 上来了。我不用试，真好。啊，走。你帮我踩，你让我出去，你先让我出去。好。哇，这个作者做的很棒哎，好，可以了。哎，别，好，可以了。除了这个 bug 之外。对，找三根小木棒，一号会给你岩石块合成钥匙。对，你要找三根小木棒。好，我找到了。就来，你跟我一个，好像快通关了。要通关了，要通关了，终于要通关了！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啦！哇哦！哇！终于通关了！胜利！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双人解密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安妞。